两位道者已经见过神殿敬印两人，因身上所中咒术是何可解？想未到伫中原也会见到道学的阴阳术，而且是最顶尖的救命七功仪，这是谁害说法？伊并未报出性命，既然两位道者即地来了，可有解法？这此人既然也是出自道学，阮为何要帮恁？何况恁也未交还天书魂章。玉龙君之书尚未理清，巧如来是不敌天书魂章的泄露。恁交出天书魂章，阮就替恁救这两人。所以恁是抵消该法咯。两位道者，救人如救火，实在不容耽搁。而且巧如来认为，其中一位可能有着与天书魂章相关的线索。你的判断从何而来？事情复杂，请原谅巧如来不便过低。其实也不用勉强。两位，阿卡班的希望恁能得言，合作毕竟是对双方拢有益。无天书魂章，一切便无可能。两位道者当真不能通融，或者先救一人吗？留下一人为证，但待巧如来找回天书魂章，再行解开。其实，阮也无法解开。救命七功仪是最顶层的阴阳术法，就算在道学，能受此教的人也未超过三人。要救这两人，只有两个办法：第一是找出施术者，第二送往道学，交由宗主解术。送往道学，但无天书魂章，宗主绝无可能允诺救人。或者我会想出令鬼宗主允诺的方法。巧如来，阮可以允诺替你成全人送至道学，但你无交出天书魂章，事情终究不能解决。巧如来是不敌天书魂章的泄露，那就请你努力对战吧。看来该灵幻术泄灵人了。巧如来，卡米塔丘伊奇，就如还你照顾了。